Welcome back, everyone, to our Toronto Web TV Education Insight. I'm the host, Carol Chan. 欢迎各位继续参加我们这个多伦多晚上电视教育透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婉玲。咁上次咧，我哋介绍过马铁路大学同学会嘅创办咗一个2009年杰出大专学生晚会。咁咧就訪問過阿 Ron， 就佢介紹咗我哋個籌備經過。咁當日咧，我認識咗當晚好榮幸得到獎嘅就全能女大專生獎項嘅劉俊華同學 Jennifer。咁今日好榮幸咧，能夠請到佢嚟我哋當中分享佢哋嘅心得。歡迎你啊 ，Jennifer。咁我哋今日好高興咧，同你傾下咧。你这个得奖过程我知道不是容易的就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心情呢你的那个什么奖来的哦那个是都是叫做 best overall 是要讲到你读书啦或者对社区的服务啊有什么贡献那种的、但其实当晚都很都不是就很 surprise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拿过奖的因为当晚才宣布的但是就覺得很榮幸啦因為今次是第一次舉辦這個獎和這個晚會那覺得被華人知道其實很多華人同學都是付出的是很重要的咯我知道呢這個競選過程不是自己來參加是要人提名你的、請問哪個提名你的呢其實呢是我的是 Vision U 即是展望是一個機構、是一個朋友跟我講的咁佢就話其實有呢個獎，咁你如果你想參加咧，就你要上呢個網頁咁樣。跟住我同我家姐講啦，就話冇參加咧。跟住佢話：哎呀，得啦，我幫你提名啦。跟住佢就話：咦，但係好多問題都要自己填翻嘅，你過嚟過嚟，自己填自己填。跟住就咁樣填咗上網，咁就俾咗佢哋咯。咁其實咧，佢要求你填嗰啲資料係有關呢邊方面嘅咧？好多都是有講你學校攞幾多分啦、啊。你邊間大學㗎？你多倫多大學。哦，多倫多大學嘅咁又有講話你對社區咩服務，即係喺學院入邊。哦，即係你要讀書叻啦。服務。即係社區，即係大多倫多都要，即係係咯全面性咯，都係。仲有咧？我仲有教會嘅服務啦，即係好多係關於你。volunteer 或者你 community service， 同埋佢哋都話要一個好好嘅 personality， 即係睇你性格係點咯 ，character 嚇，即係你肯幫人啊，即係你證明俾人睇你唔係就自私，淨係照顧自己啲成績高，就 OK。咁你嗱，咁你真係攞到呢個獎咯喎，咁我真係好想你介唔介分享下你啲心得咧？讀書怎樣叻先？頭先你怎樣安排？你今年第幾年啊？第四年。第四年了喎，咁你過去嗰三年介唔介意講俾聽你啲平均分係點樣咧？好啊，第一年平均都80分嘅，記得係。女仔都80分都好叻嘅咯喎，喺滑脱佬喎。唔係你係讀東亞係，但係邊係啊你？咁係讀英文文學同埋東亞係嘅。咁第一年最辛苦嗰科都係讀國語啦。因為自己是土生土長的咁就去學跟住好多同學都鼓勵我去學嘅咁大家一齊去分享最難都係嗰科但係嗰陣時咪識得分配時間囉可能第一年好多科好多嘢都要讀好多老師都唔係成日可以幫到你唔同中學囉咁第二年就識得去自己分配時間多啲就會話自己去圖書館做啲資料調查咁樣，第三年就take 多啲唔同嘅科咯，因為想即係接觸多啲，譬如 life science 嗰啲科我都有 take 過， 即係去學識多啲嘢咯。但係我覺得最緊要都係自己分配時間嘅心得咯，因為有時 OK， 呢個好重要係咪？即係你有系統去掌握你嘅時間。咁其實有冇目標㗎？你個人做嘢？其實你讀文學啦，你其實你有冇諗下你畢業之後想做咩？都係想做老師嘅，即係我咁我出年都會讀碩士，跟住希望繼續讀落去咯。Good。咁咧，你對於你都
好似喺度出身噶嗬。嗯。你覺得加拿大咧？你都知道加拿大嘅教育好似好受世界性歡迎啊。嗯、雖然唔係第一，但係都好多，尤其是我哋香港啊、中國人咧，都嚟加拿大，嗯、都係因為讀書問題。咁、嗯、你自己身在裏邊咧，你覺得係咪都好滿足咧？嗯，其實我覺得很多、社會的活動是很好的，即是不單止是讀書方便、嗯、但是就可能數學的方便就比較、我覺得你要出去再讀多一點、嗯、因為學校是不會推你去做、即是他會給你做全面性的事，譬如、運動啊、活動所有事都會給你參與，會給機會你，所以在多倫多長大都是一個 很有福氣，我覺得很有福氣、嗯、即不是 spoon，即係我哋個填鴨式咁樣去計，嗯，唔會，即係我覺得睇下你係中唔中意嗰科咯。好、嗯、多時候都係個老師會唔會令到你對呢個科有興趣，先至會令到你更加去學多啲嘢咯。你覺得即係一般嘅學生咧，佢哋自發性學習強唔強咧？嗯，呢啲都係、嗯、我諗睇家庭背景啦，有陣時同埋揀佢嘅，同埋佢揀嘅科中唔中意咯。嗯、有陣時好多同學讀數學嘅，有啲其實係真係唔係好想讀呢科，但係因為佢父母想佢讀，就變咗佢讀，所以就冇乜話想唔想咯。嗱，咁你自己揀教育啦嚇，咁、嗯、你點解要揀文學先？其實都係興趣咯。我即係長遠嚟講，我覺得有咩可以做一世咧？即係咩可以令到我滿足啊，或者係可以幫到人嘅？咁、嗯、我覺得。都是揀翻文學啊，同埋文化去讀呢些會有用咯、啊。嗱、嗯，咁你喺過去呢四年裏邊咧，又、嗯、透過你嘅知識啊，同埋你嘅技能咧、啊，你幫到啲乜嘢其他嘅社區活動咧？嗯，咁最大影響我都係 Vision Youth 啦，即係展望入邊、啊、青年，嗯，係聽過呢、這個呢、啊這個服務。咁就同好多14至17歲嘅年青人一齊去做社區服務。或者去同佢一起行山。啊、你咁簽收，仲可以跟佢哋一起去行山啊？都係你做 counselor 啊？係啊，都係 counselor。咁我好 enjoy 呢個過程啦，同埋都從佢哋身上學到好多唔同嘅嘢，同埋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嘅人生目標之一咯，即係幫青少年咁樣去等佢哋知道，其實我哋嘅 community 係好好嘅，佢哋可以嚟揾我哋，如果有咩問題嘅時候。其實你做專業教育啦，你知我辦教育店教育通事，咁、嗯、我都係志同道合啊，同你。嗯、你有冇咩嘅動機令到你有啲動力咧？係你細個嗰時係即係驅使你有呢個志願咧？其實我覺得都是屋企人啦，咁我婆婆都因為佢唔係好識英文嘅，但係佢都教識我哋要幫人啊，樂於助人咁樣。跟住自細都好中意參加好多唔同嘅活動。籌錢啊，或者去做幫人洗車啊，咁樣咯，即係好少好少嘅嘢都會好想幫人咯。咁你最後咧，我問一下你嘅心得啦。譬如你第時即係做老師啦，咁你會有啲咩座右銘俾自己咧？嚇，即係成日都係真係，我你知唔知我啲學生成日話，You are the best teacher of the world。咁你想唔想有一個咁嘅，即係點樣令到你認為細路仔心目中嘅一個咁重要嘅一個角色咧？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到最後他們學識到怎樣去看，即是 同一件事看是不同的角度來看咯。現在很多譬如歷史的很多時候都很混亂，因為一個國家這樣寫，另外一個國家又這樣寫，到底你要怎樣去知道哪個是對或者哪個是事實呢？咁就去教識佢哋點樣去慢慢 critical thinking， 即係去睇呢件事。就希望如果係上我嘅堂嘅都會知道係睇翻佢哋係咯，都係一個 challenge 咯，唔係淨係教即係教識佢哋咁睇一本書或者咁樣係咯。秘訣係咪要睇多啲書咧？我覺得係要睇多啲書，同埋係唔同嘅書，同埋特別係 controversial， 即係有爭議性嘅。系書，上網咪就係去 YouTube 啊 ，YouTube 都好有用嘅，YouTube 都有用，因為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人嘅。咁啊係，但係咧就唔好即係亂咁 click 啊，當然。亂咁 click 嘅。嗱，咁啊，不如你都分享最後咧，譬如依家我哋好多即係邊緣青年啊，即係或者係大學生都好啦。咁你攞咗最高榮耀獎喎，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嘅心得？又有一個好簡單嘅 logic 俾即係秘訣俾佢哋聽。我覺得最重要做人
都是誠實啦，同埋樂於助人。樂於助人。嗯，因為其實很多事你樂於助人咧，就會冇事噶啦。就算人哋對你唔好咧，或者人哋做錯咗事，你樂於去幫人。咁胸懷真係廣闊，你人哋咁細細嘅，即係我都要向你學習。嗱，今日咧非常多謝 Jennifer 你為我哋咧分享咗咁精彩、咁珍貴嘅經驗啦。咁我都希望咧，我哋其他朋友都要向你學習，或者你都唔會淨係要參加一次喎。你就嚟畢業啦嚇，咁我哋都。尤其是我哋係同樣一個理想啦，我哋都希望你繼續翻嚟幫我手啦。咁咧就培育下一代。咁今日咧，我哋好多謝阿 Jennifer 同我哋分享，我哋下次再會。拜拜。